然后现在开始出发去吃 City 的一家韩国菜，据说他们的那个冷面很好吃。然后现在我开始出发了，我今天真的没有怎么化妆，就上了防晒之后上了一层带颜色的散粉，因为最近皮肤特别不好，不想太折腾，我这边可能最近没休息都起痘。在这里加油，然后我们的是柴油车，所以就是加这里。快5.3。对，就是你加的越多，然后它便宜就越多嘛，就是你有那个 MOBA 的那个会员卡的话。这个冷面是要点一下才能吃的，它是一坨的，对，不然的话你你要吃冷面吗？你先拌匀了一下，然后我再尝一尝。给我尝一下那个冷面。现在让我来尝一下这个炸鸡，这炸鸡有这个白酱，然后还有那种巴克斯烤，这个很好吃，但很脆，然后鸡排很嫩，然后那 sauce 的话也是刚刚好。然后这炸鸡下面有那个沙拉，现在来试一下这个鸡翅，有一点点辣，像我这种吃不了辣的人，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接受，喜欢吃辣喜欢吃肉的应该会很爱吃这个。这个冷面也很不错，然后它是那种那面还是有一点点韧性的那种，味道也刚刚好，特别的爽口。这是那个酱油汤吗？对的，大酱汤。大酱汤。这味噌汤是我喜欢的那种味道，就是淡淡的，我不喜欢太浓的那种。就是那个豆腐鱼子汤，对吧？我个人觉得这个豆腐汤味道还是挺浓郁、挺好的，但是它有一点点，对我来说有一点点辣，但是味道很不错，很浓郁。你不有抢镜吧？
他故意穿过来。他要聚焦啊，然后把这个紫菜饭。那不是紫菜饭。这个是。就这两个是我的最爱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辣鸡翅，我觉得可吃可不吃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别，就是辣鸡翅。四十秒了。汤我有事儿。这个汤，啊，真的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吧，一个人点，两个人点有点，就两个人都有点多，两个人的话可能也需要点多，这个汤是很多的，然后这个鱼子汤，这个汤也是，然后这个冷面吃光了。就是被吃光的冷面，这也是相当不错的，很就是很爽脆的感觉。现在开火是一点这个东西的，吃不完打包，打包还要照一下，但是你就别动了哈。现在吃完了，把东西打包回去了。我觉得，味道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它价格呢，有，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贵的。我们两个人吃了，140块钱，但是它量很大，所以我建议就是，四个人左右去点，这样每个人平摊下来价格就稍微好一些。今天的奥克兰美食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完饭回家了，然后我觉得整一个感觉都很不错，味道都挺好的。我最喜欢吃的是他们的那个紫菜饭，还有他的那个炸鸡块，炸鸡块下面是一个沙拉，但是我今天实在吃不下了。然后我建议去这个韩餐店，最好是四个人去，因为他的那个菜码很大，然后单价也会稍微贵一点，我觉得，所以就是四个人下来平摊，可能每个人就是30块左右。但是我们今天是两个人去吃的，价格吃了140，就平均下来70块钱一个人，因为我们点的也多嘛。但四个人去我非常建议，然后东西都很不错，对。然后今天这个奥克兰美食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，可以。哎呦，我完了，忘了你还有背景音乐，我不能消你的背景音乐。